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，中美之间在利益交融中出现竞争并不奇怪，关键是要在公平公正的基础上良性竞争，既提升自我又照亮对方，而不是你死我活零和博弈。无论是从中美两国还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，合作都应当成为中美双方追求的主要目标。那么我们希望呢，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相互尊重，良性互动，开展互利合作，不断地超越自我，提升自我，让彼此成为更好的自己，造福全世界。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，而是不断超越自我，成为更好的中国。